一天到晚在外头跟人鬼混，我在自己家做什么？关你这些丫头什么事啊？厨房里还有没洗的碗筷，你也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，贤惠一点儿，下去帮着一起收拾厨房吧。这可是我的卧室，我想进去睡觉，不可以吗？你做什么？我的话你都不听了？上一世里，在我有孕以后，他认定孩子就是野种，于是就那么毫不遮掩，夜夜带着不同的女人回来。而如今，哪怕我还没有他的孩子，他就已经忍不了，想要过他那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吗？哼！你这个疯女人，打扰了我的儿子，你陪我孙子吗？还以为牧师一听到了这声音，就会懂得知难而退，哪知道他还有这暴脾气，竟然敢直接破门而入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打扰你儿子，你们还真是心意相通的好母子啊！一个知道自己儿子想要什么样子的女人，就安排机会送上去；另一个，一看到就爽快的收下，好乎礼义廉耻。不是，不是你所看到的那样。啊，不是现在这样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亲眼看着你们俩腻在一起滚床单才算是真。想想自己之前，竟然还会再次对他动心，真是讽刺。前世今生，我其实都只是一场笑话，不是吗？沈慕寒，我们离婚吧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签字，我也不介意在法庭上见。沈哥哥，哎呀，你放开我！不想听我解释一句？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就算他没有对莫晶晶做什么，可是谁知道，如果我再晚回家一会儿，他们是不是就会滚到床上去了？哼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在吃醋？笑话，我如果能趁机离婚成功的话，开心都还来不及，还会吃醋？哼，十一，你口口声声嚷着要跟我离婚，又见不得我跟别的女人太过亲密，不觉得太口是心非了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女人。沈慕寒，如果我从来都没有遇见你，该多好。以前有人跟我说，爱情是一道劫，我不信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多好呀，暗恋修成正果，被周围的好多人羡慕。天知道，你竟然只是为了报复我，才会对我这么好。是我跟个傻子一样，没有在第一时间抽身离开，最后落得个丧子身亡的下场。所以这一回，老天竟然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。沈慕寒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会再傻傻的喜欢你，被你骗得团团转了。我也没有杀人，你如果还继续将报复的精力浪费在我的身上，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